我们把你救活了，兄弟。这上面是什么数字？数字是吗？试试呗。哪里有数字的东西、啊？他手机里显示吗？我打开了，我打开了。密码是啥？0708。为什么是零七？因为今天是他的大日子。因为今天是他重要的日子，7月8号，也就是今天。哎呀，小行啊，老刘现在。老刘是密码锁专家，我发现。杨助理，我打开了，我打开了，0708。行啊，老刘现在，我去纯懵啊！我跟你讲，纯懵。哎，对讲机。能联系到他，说呀。Hello。喂，收到，请讲，收到，请讲。哎，我听见回音了。快，这边。来，大刘，刘你再说一遍。喂，收到，请讲，收到，请讲。这里边，这里边。收到，请讲，收到，请讲，收到，请讲。在这个里边，我是莱万偶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是谁呀、啊？他是莱万偶。我是莱万偶。我这关一天了，快来救我。关一天。莱万偶在里面，你老公要来，不是你男朋友要来了。男朋友来出现了。啊，莱万偶被关一天了。怎么说，兄弟们？救人一往踹是吧？救人心切、啊。0708试试来。您那个密码是那个82644 8269。知道密码了。不是0826，不是他说。你再说一遍，你的网不好，你再说一遍，哥们儿。那个密码是82644 8269。82648269 82644 8269。要不你再待会儿，他要坚持不住了，你们还在灯泡子玩。我们真听了，我们没捣乱。哎，那个哥们儿，你再坚持一下，到底是什么？你大点声再说一遍。82644 8269啊！我们把你救活了，兄弟。你还好吧，哥们儿？哎，你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耳朵信号不好。你知道密码，你还不出？哦，他在里边打不开。这，哇，你是来玩偶吗？我是，对。你男朋友啊？漂亮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什么事儿。那就好。不是，首先我们能先给人解开。对，我被锁半天了。对，他这是解不开是吧？钥匙在那角落那边，我够不着。哪里啊？没有啊。哦，这儿呢。哎，先别给他解开，对，他很危险。大家坐。我看了，哎，这个东西，好，打开，开。